好吧，看来这里也没有海蜘蛛，咱们该回去。瓜姐，你怎么了？巨型海蜘蛛？哦，太棒了，我们找到了，应该是他们找到了我们。怎么了？你这样盯着我干什么？哦，你好。好多腿呀，可怕的蜘蛛腿。抱歉，我们不是故意要吓你们的，我们有点不舒服。